39岁的小珍，过去因新陈代谢问题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体重飙升到105公斤。近年来，她靠着运动、饮食控管，坚持戒酒戒辣，经过4年的努力后，终于成功瘦下来，体脂肪也降到13.5%。即便平时的工作忙碌，她仍会抽空到健身房运动，以维持得来不易的好身材，也经常透过社群晒出自己的健身影片，借此鼓励大家多运动。近日，小珍出席尾牙活动时，以性感的服装展现完美的身材，只见她身穿一袭白色露肩礼服，现实了领口的低胸设计，大方露出深邃事业线，好身材完全藏不住。她在文中笑称，好久没带长辈出门了，要赶快带回家才对。大照曝光后，迎来不少粉丝留言直呼真的好漂亮、好性感，还开玩笑表示长辈真的很不错啊。Bye.